有小老鼠这么小老鼠都穿太少了。其实真的没有很少，来大家可以检查一下，没有大概两件，没有很少。对，好、嗯、啊，鼻子红红的，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小豪出任务可不可以透露一点点？可以啊、我们这次会干嘛、哦？为什么小豪看起来为什么小豪看起来很累？因为很多人都说小豪看起来超累的，就是因为今天早上我们一大早他们就是从台北下来，然后就是陈慈跟小豪下从台北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在录小豪出任务的最新一版。嗯、对对对。那这个是什么内容？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吗？好啊，因为我其实就像刚刚陈慈讲的，我们真的要来还人情债，因为力宝帮我们太多忙了，超威超照，对对对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一则，我们今天拍了什么？我们今天透露一点点哦，透露一点点，但是大家会看频道吗？一定要会看频道，会啦会啦，今天开始就会暴增的。OK，、嗯、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大家从来没有看过，而且几乎没有怎么曝光过的赛车主题饭店。很爽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爽。如果你喜欢赛车的人的话，要入住这个饭店，真的很爽。我们先帮你们。体会了一晚了。对，你喜欢看赛车吗？喜欢啊，虽然我不懂赛车、嗯，但是你就光听到那个引擎声有没有，我就嗨了。刚刚不是我鼻子不通吗？还是你刚刚想上厕所？对，引擎我怕他说卖不好。这引擎声大概排最后一名吧，傲瞎这样。通常你比较喜欢看什么赛车？哦、我最喜欢看什么赛车啊、嗯？我最喜欢看赛车的电影。我真的还没有办法去什么上海或新加坡开过没有？看金龟车没有？要看就要看什么玩命关头那一种啊，嗯、街头飙车啊、嗯，这种速度感真的很厉害，蛮、嗯、厉害的。我是其实还蛮期待，如果台湾有机会引进 MotoGP， 我就不用花机票钱出去。哦，你真的本身有在玩啊？我怎么我是有在看？所以我说你想玩吗？我想玩啊，真的想玩啊。对，会想说会看到我的形象，觉得好像很柔美，是不是？不会，我觉得你的形象是健康型的，欸、是健康就是会动，喜欢动的那一种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小豪出任务呢，在这边呢。会有两集，一集呢像刚刚陈慈讲的，我们是开房间，好、哎，对、哎、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是小 S， 慧玲上身是不是？干嘛抢我台词干什么啊你？就真的是开房间啊！然后第二集下一集哦，我们会就是来真的是开跑丁车，卡卡跑丁车，对不对？开车了，对对对，直接开起来，我们就飙起来，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先岔赌一下，我们三个谁技术最烂，因为我们也还没拍，也不知道。打个赌好了啦，有没有网友留言打个赌？对啊，其实我觉得会是陈慈第一耶，真的假的？因为看起来很好，你居然不看好我？我不看好你耶？为什么？是因为平常是疯女人吗？他，我跟你讲，蒋晨慈这个人平常就是很憨，他就是很疯，就是他执着一件事情，他就会你知道往就是像带马照一样往那个地方冲，没有在管真的，就是带马照。好险你没有说带带什么照？带呢？哪照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陈慈他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很冲的一个人，是他只要一想要做什么事情，他就会像赛马一样带上马照，然后就往那个终点线冲。所以就是想要说，哎，我拜托 take it easy 好不好？真的还是假的？不要在那边闹，就是大家就娱乐性质，想要是你不要太冲。台中力宝跨年 Go 超大咖降临开唱，萧敬腾、顽童、安心亚连续两天双演唱会嗨翻天。最有趣的幕后互动都在中天娱乐频道，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，按赞订阅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新闻不漏接。